对很多人来说，或许鸟和飞机并没有多大的不同。鸟儿在天空飞，羽毛静静地守护着鸟儿，它们自然而然为彼此许下承诺。每个承诺里藏着什么样的故事？藏着亲情、爱情、友谊。Maggie， 别忘了姐妹们的约定，12月5号我们不见不散。也许每一对羽翼都只是日常生活的背景，静静地守护彼此。人生的每一段旅程都是赴约，都是为了实现诺言。Enjoy your life。是跟草原有相关的一个布置的主题。可是其实我们是一杯泡沫红茶认识，这样有办法设计出怎么样的主题吗？当然可以啊，我待会跟你介绍一下别人的不同的主题，我们再讨论你们的部分，好吗？好，那我们就先为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有你真好相关的影片。然后新人在里面，哇，整个的爆破哦，非常的漂亮啊！啊，那当然，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运动风啊，所以他就打着篮球，对。然后很多他朋友当啦啦队，这是从魔术盒里面变出我们的女主角。然后他们两个人那个时候还有共舞，那这个是我们的命中注定我爱你的一个主题的这个婚礼嘛，对。都是我们的婚礼小物啊，那比如说这一款啊，很适合送给我们的伴娘。你看到它这是个新娘的造型，然后呢，上面送给伴娘，上面我们都可以挂一些小耳饰，好，非常的适合。
那另外呢，像是这个的话也是很受到欢迎的哦。好，这是我们的熊熊娃娃，然后就穿着这个中国式的这个很喜气的婚礼的衣服。对，所以你们可以做个参考，看看什么样的呢是一个比较适合我们自己婚礼喜欢的小物来送给宾客。好，那就谢谢你们呢，正式委托。好，那我们有马有些的这个功课要麻烦你们准备一下，包含你们的一些照片，小时候到长大那些的照片。那最后呢，就那天完全的放心，好，就是把婚礼这个交给我们，那你们就好好的享受整场婚礼。幸好有你真好，帮我们做婚礼规划，连乐团、主持、场部、婚礼小物，通通都帮我们准备好了呢。我就知道你点子多，就又怕麻烦。人家就想要一个很特别的婚礼嘛。To be everything I've dreamed of, and I know it's in me that I will become who I wanna be. And if I know you found it and taking a long way out, 'cause it's gonna be something special to me, something special to me.Special to me, something special to me, something special to me, yeah. I found so many things I dreamed of, dreamed of, dreamed of, and I know it's in me that I will become who I wanna be.创意婚礼进场，我在想最近热气球还蛮夯的，然后感觉也蛮适合他们的哈、哦。那你天花板够高，应该可以做热气球。那宋哥喜糖也用热气球好不好？不错哦。它的布置我们也可以做成热气球的方式啊。不错哦，那就这样子了，决定好。这一次他们的婚礼主题，我们就以热气球为主。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来再来分配一下细节的工作。好，好。约你，你不去哦？不行啊，我已经答应新人今天要寄流程给他们了，赶快帮我想进场啦！我知道了，不然这样子用，然后用他们的婚纱照的大头，然后最后拉完筋之后呢？My love, here I stand before you. I am yours now.From this moment on, take my hand. Only you can stop me shaking. We'll share forever. This I promise you. And when I
们用承诺守候着彼此，共同完成幸福拼图。所谓的承诺，应该就是这样吧。妈，我回来喽。儿子，回来了。啊，煮什么那么香？香哦，赶快去洗手。我煮了你喜欢吃的红烧狮子头。好。有你真好，有爱真好。